一间。我是为了你好不好？谢谢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两位帮我看一下火锅跟肉。火锅。要选汤头是不是？对，一人帮我选一张。我麻辣。麻辣。你的麻辣好香啊！我要鸡白锅。鸡白锅。它鸡白是鸡汤是不是？对。那第二步骤的肉帮我选一下哦。哦，这肉不是无限吗？对，安排进去给你们。好、哦。第一题你嫩煎里脊，好了，还要点什么？鸡翅和里脊牛对吗？对。好，转台就开动可以拿喽。我等一下麻烦空盘子按桌面上可以收，那右边吧台有资料的。可以用哦。哦，好，是年糕哦，不肯送回去啊？那是年糕吗？你说那个是无限的？对，八台都可以用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防疫杯。哦。那火车如果停在上面，我要坐你前面，都被你拿走了。火车停在上面就是你们的菜。哦、等一下帮我拿菜。哦对不起，我们好急。那、你们慢慢快用好了。就不要再看我了，然后需要加点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前左右边。东西拿完报按红色按钮，让红色回去。好，等下旁边坐出去，其他不同的保单手还戴口罩，我不要看到。你就过来。哦，他现在头发更长。好多啊，这几百年没有这种旋转火锅。你管我要怎么吃？酱料，那酱料很多，还有香菜、蒜，还有胡椒哎，很特别，还有这个花生，一般这个没有看到这个香油，香油在后面。很可怕，很难捞到。我很怕滴到别人的。怎么锅还没来呢？上面，他说上面还没干。这是什么？卤水是？明星。这个吃吧。我的麻辣来了，很香。我刚刚就一直闻到它的味道。我现在很少看到有这种。他这家真的还蛮厉害的，虽然是有些很瞎，就是他们才点第一次肉，就说我们吃不完要罚钱 ，OK 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是他不知道我们的，那还有他的上汤头，大概十几分钟才到，我们菜都已经在旋转盘上都拿好了，但是他的汤头其实蛮好喝的，我刚喝，我是点麻辣，而且他都没有在收我，全部都是，唉，食物都没收，太忙了。如果剩下丸子最多，我们也不能控制它的上面有什么东西。它的丸子类是出最多，不然就是菇类，海鲜很少，很少会出来。
它虾子蛮好吃的。嗯，它其实食材是好吃的，因为它靠近海港，还是蛮新鲜的。只是就是整个流程是比较乱的。它的羊肩肉的肉蛮好的哦，有羊肉香，所以这间其实是蛮厉害的。拍个照，常常在上。拍个照，放在自己呢。什么汤？汤啊，什么汤？汤底。用点的比较快，我们刚刚用在上面拿，不知道拿到什么时候，因为海鲜永远都是空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用点的。这是不是真的一份又来三个？我吃不出来了。